那请你把胆子拿起来写。另外九个人当中，你输给谁你会想死？玛利亚写的是吴元正，你输给他会想死？因为我跟他是同类型的。哪里同类型？出来，我是瓜哥的助理主持，是瓜哥的助理主持，也是他。然后瓜哥每次都说，他每次都看着我，然后唉声叹气。我就跟他说，有一天我一定比彭元贞更漂亮。